平无事哦。太平无事哦。同志们辛苦了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二婶啊，哎，照顾完了不对啊，回家再漂亮过。哎哎啊，来吃点花生。不吃不吃。嗨，吃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有什么好的，谢什么，都是自己人。这阵儿你没来呀，可把大娘我想死了。来来来，吃点花生。这一代军人对咱们可真好，简直像到了家。同志们辛苦了啊。现在日本还敢下当吗？老周啊，哎呀，大牛啊，好久可不见你们了。哎，大牛啊，这些日子你们这怎么样啊？哎，在村里光受鬼子汉奸们的气啊，我可真想跟你们走啊。这些时候你们这一代鬼子汉奸还是那么凶啊？哎，差多了。现在啊，咱们各村民兵经常活动，敌人呢闹不清这地方有多少八路军。大牛，大牛，哎，干嘛？秀兰，你看见村长和新友了吗？和王团长到村务所去了。这会儿啊，鬼子可不像头年了，不等太阳落山呢，就都缩进那王八壳里去了。你们这几个村的民兵的活动很有成绩啊，可是要千万注意，不能暴露，免得让老乡们受损害。这几年群众也锻炼出来了，人心也齐了。咱们给他是明文暗武啊，鬼子再凶也得听咱们的。这里的伪军还老实吗？比从前老实多了。上个月李庄的警备队已反正，鬼子对他们不放心。据咱们内线说，炮楼上那个排长李德胜成天的发怨言。哦，那你们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多做些工作。哎，只有鬼子炮楼上那个汉奸四和尚，那小子最坏，他是恶霸地主李大头的四儿子，得想法整他一下，光在鬼子面前出坏点子。王团长，村长，给部队的寄养全都准备好了。赵参谋，出发。是。王团长，你们能在咱们村多住几天就好了。啊，部队刚刚打完仗，分区命令我们要到山区进行整训，必要的时候部队会来的。王团长，我们民兵要求咱们大部队把两个炮楼拿下来再走，给鬼子点厉害看看。咱们不能打无目的无准备的仗，把他两个炮楼拿下来那很方便，可是部队走了，你们村就会受损失啊。啊，小伙子，办事儿可不能太心急呀。 啊多嘴。好，那这样吧，你们去给鬼子和伪军送个信儿，就说八路军今晚上要过路，看他们怎么办。我派人去把他电线给他剪断了。好，新友，你给清水送信。发成，你到伪军炮楼和咱们的关系打个招呼。哎哎，好，走吧。走。报告探长，部队已经出发了。好，给村民兵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康龙泰同志，这一次的礼物不多，给你们留下两箱子手榴弹，200发子弹，怎么样？探长想得太周到了。哎，可要省着用啊。太君，太君，报告小队长，外面平安寒地没有了，为什么？是啊，恐怕八路得有康庄的反共自卫团长向您的报告了。他得进来。是。进来。报告队长，不好了，八路大大的有，他们要过路。你的撒谎的没有？太君不信，下去看看。这么多八路，你叫太君下去，
什么意思？啊？没这么急，没这么急，没这么急，没这么急。在来的路上，看你们这一带的麦子长得不错。今年真是风调雨顺呐、啊，只要鬼子不破坏，真是个好年成啊！敌人不会那么老实，他们一定会来抢粮食，所以你们要准备着。麦收对你们来说可是一次难关呢。粮食反正不能让鬼子抢走啊，到时候还指望着咱们部队呢。放心吧。到麦收的时候一定来配合你们，好吧，再见。我们送送。好吧，再见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没看见他们有好几千人呢，赵四啊，等他们走过去，咱们打两枪不就完了？王团长说，等部队过完了，叫你们打几枪。狗子他爹，你看呐、啊，你看今年的麦子有多好啊！可惜咱八路军吃不上了。反正不能给鬼子吃啊。你不给也得行啊！炮楼上早就传下话来了，说今年的麦子熟了，都得交给他们保管，那还不是给他们吃啊？给他们吃？呸！我全为了狗爷，不能给鬼子吃啊！我。放开路！好了，你的那个皇军的不给，八路的给，心大大坏了的。太君，您听错了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什么？你怎么良心大大坏了？统统的炮楼开了。太君，你的不明白啊？什么不明白？统统开了呀。要死要死。老耗子，走吧。开路。秦瑶，你这个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还不快走！快走！你别开了！快开路！
啊，摸鱼呢？啊，鱼的有，大大的有啊！哎呦，我的棒棒呀！太君等等，有大鱼，我的干活。小队长，鱼的有，你得给。啊，鱼的，好鱼的，好鱼，好，大鱼的，好。喂，喂，鱼的，大大的给，十条的有。哎，太君要十条鱼，今儿给送去。嘿，开路。又出事了，炮楼上少了鬼子，问咱们村里要人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问新友吧。啊？是他？冒失。越赶这个时候，越给捅娄子。他把鬼子整死了，可让我挨鬼子整，我这个情报员算是没法当了。秀兰，你和他谈谈。我。你们的关系不同嘛，你们是夫妻，这跟夫妻有什么关系？村长，我建议咱们开个会批评他。干嘛一开会就是批评？杀的反正是一个鬼子，往后不要这样干。你先和他谈谈。村长，我出去看看。青光院，他的什么人？你小子开玩笑也不分个时候。你疯了？没事没赏的乱闯。是新友。新友，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捅这么个娄子？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乱行动！大伙儿赶快讨论个办法吧，啊！只好用老办法了，我可不去啊！马黑路，我的人在哪边的去了？你的大大的废物！是，是。嗯，太君，是土八路。老百姓的坏，太君，您的带人的康庄的去搜查，向村里要人，人一定得有。滚！嘿，告诉搜狗子。嘿，那我自己去。得了得了，你去还不如我去呢。秦瑶，你快去集合民兵，和发生配合好啊！阿兹玛利，兄弟呀，哎，老廖，你过来。要紧的事向皇军报告。
报告，报告太君，不好了，村里边来了八路了。什么？八路的干活都是偷偷的化妆来的，把一个太君给抓走了。天还没黑，哪来的八路？是八路军啊，他们都是穿着便衣混进村里边来的，可多了。撒谎！太君，他的心都坏了。皇军的哪边的去了？恐怕这货过沟了，哼，反战同盟的干活去了。撒谎的死了死了！哎，太君的不信，下去再看看。太君，天还不大黑，怎么就？下去打他一下吧，看看风声。排长，要不要下去应付一下？要不鬼子，鬼子怎么着？他们怕八路军，咱们就不知道活着好啊。再说八路军又不是打我们的。康庄来的，好家伙，从敌占区来的。小同志，你知道八路军县政府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你问这干什么？我是送信的，把信给我看呀。嗯，这是秘密，可不能给你看呢。那我不知道。你不告诉我呀，我自个儿去找。不准动，没有路条不准进村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现在就等着，要不你回去。小同志，你走，快走。同志，小妞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从敌占区来，没有路条，还打听咱们八路军县政府在哪儿，一定是个奸细。小妞，去，把他带到团部。哎，快走！
好，等陈政委回来，我们再一块研究一下。好，再见。可以。老王，哦，老陈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地委有什么指示？赶快来谈谈嘛。好吧。在会上主要是传达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，中心任务嘛，就是保卫麦收的问题。刘司令员叫我们研究一下，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如何配合行动，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。哦，刚才分区来电话，也是谈的这个事情。嗯，哎，老陈，告诉你，现在蒋介石正在密令各个战区停止对敌抗战。阎锡山、汪精卫和日本人刚刚开过安平会议，孙良诚投降了，冈村宁次集中了三个师团、两个旅团向咱们根据地进攻。是，日本鬼子现在是在太平洋和中国两个地方作战，兵力分散，战线延长，在物质供应上一定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呀，我们今年保卫麦收的斗争一定是很艰巨的。老王啊，我们分头准备一下，一定把保卫麦收的准备工作做好。好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团长，抓住一个女奸细。王团长，陈政委。哦，好一个胆大的奸细，敢闯到八路军的团部里来啊！陈政委。小兰呢？好，负责小同志，你就把这个奸细交给我吧，你去执行任务，啊！好，赵参谋，你告诉管理员，给秀兰同志准备饭。是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什么事情吗，秀兰同志？眼看着就要麦收了。鬼子让我们把所有的麦子都要交到炮楼上去保管，村长让我来请示一下，看怎么办。刚才我们还研究了这个问题，你来的正好。对，我把目前的中心任务写封信给你们村长康乐泰同志。好。王团长，麦收的时候，部队能到我们那儿去吗？到时候再说吧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一定去。哎，你们村的民兵怎么样啊？要是配合着部队打，那没问题。要是单独行动啊，怕不行。秀兰同志，不能光依靠正规军呢。你们把附近几个村的民兵都组织起来，来对付敌人呢，啊？麦收即将到来，必须迅速做好一切准备，为保卫每粒麦子而斗争。陈书记还有什么指示？有啊。
妞啊，你说咱今儿个到底是给谁割麦子了？哎，你说呢？我说这个哦，快告快告快，大家看见了吧，鬼子可是下了狠心了，这几万斤麦子要是叫鬼子给抢走了，咱八路军的公粮交不上还不说，全村的人也难活命啊。秀兰回来了吗？没有。村长，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呢？同志们，秀兰一定能把信送到。咱们大家来讨论，如何拖过眼前这一关。站住！干什么去了？我这常来常往，办点货。做个小买卖，楼子上的弟兄们都认识。小娘们，是不是给八路军送信去了啊？咦，你说话嘴上干净点啊！一号，挺厉害啊！走，跑楼去。干什么你？找你们李排长去。我做小买卖正大光明，还怕你怎么的？走。慢着，我搜一搜再走。你搜吧。这是在宋家镇乡长开的店里买的烟，没私货。不行，我要搜身上。不用搜，有东西，我拿给你看。妈，给你。看清楚了，这是皇军给的。妈。老二。干嘛呢？小娘们真他妈厉害，乡里乡亲的都认识。走吧。干嘛跟做小买卖的人过不去呢？乡里乡亲的谁还不认识谁？老二，咱们还是多积点德吧，小心让八路军给系上生死簿上去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把公粮分成四个地点集中，剩下的粮食动员大家都兼并起来。你们快去催公粮。没错，大伙儿听说给八路军交公粮啊，准快。好，大家做好保管公粮和兼并工作，其他的问题等秀兰回来再做决定。走，快点搞。村长。哎呀天哪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呀，真倒霉，刚才在那跟个黄狗子缠了半天。啊，怎么样？看你别大惊小怪的。哎，秀兰，上级还有什么指示啊？对，秀兰，快说说。陈政委说，部队三天之内来运粮。好极了，这就好了，这下可放心喽。
这是鬼子下炮楼了，我去应付一下，你们快去催公粮。小队长，请村公所坐。拨滚粮地屯屯地收集了。你的有什么？小队长的不明白，这麦子刚割下来，怕收不齐呀。你看这有账。小队长请看。反共团长的他们哪边的去了？通通的给皇军催粮。屯屯的催粮？是。我去看看。请。二叔，给八路军交的公粮快预备好啊，共35斤。剩下的粮食啊，一定要兼备起来，不能让鬼子拿走一粒。放心吧，没错。老好子，粮食都准备好了吗？什么粮？嘿，保管粮啊。没有。哎，给八路军交公粮到底是什么粮啊？他给你开玩笑的。多少？24斤。成。明儿个一打锣就交齐。成。哎，把剩下的粮食啊完全要兼备起来。成，反正鬼子是拿不走啊。排长，咱们吃了半年杂货面掺糠，也应该换换口味了。对，咱们也该吃两顿白面了。对，咱们应当吃白面了。就是。好，杂货面咱们也吃够了，是该让咱们弟兄们吃上顿白面了。他们整年的吃大米白面还不算，麦子刚刚收下来，他们就叫老百姓全都交了保管粮。要是鬼子真的全都要了去，对，咱们先下手为强。不然的话，到了时候都让鬼子要了保管粮，他可就没有咱们的份儿了。老二，要你马上去告诉村长，明天中午给咱们哥们送3000斤麦子，到时候要见不着粮食，别说我对不起他。哎，排长，那要是清水儿，你怕个屁呀！大队部有规定，住哪儿吃哪儿。去啊！是。快把公粮准备好，一打锣就交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保证随要随到。好。哎，清水来了。麦子20万斤的有？不行啊，天旱，连3万斤都收不到啊。5万斤抛出点拿去。太君，只能送1万斤啊，我们还得留吃的呀。不行，3万斤的没有，不行。好，我们一定尽力。小队长辛苦了。你也辛苦。你们的忙啊，忙的应该呀、不然的话粮食给八路抢走，良民和太君米稀都没有了。
麦子明天婆罗拿去。没错，小队长。拿去没有，你得抛出去。是。开路。小队长，三营拿了。三营拿了。狗子也来要麦子了，三千斤，叫明天中午送到。人呢？我打发走了。新友，嗯，通知党员开直播会。好。看样子敌人不会允许我们拖三天等部队来运粮。秀兰，嗯，你见了王团长和程政委，无论如何要求部队明天赶来。哎，只要粮食运过了封锁沟就没事了。我看呢，今儿晚上还是我快点连夜赶了去。不，这会儿去会惊动敌人，还是等天亮秀兰去。嗯，我同意村长的意见。我看呢，还是我去保险点。村长，明天的公粮还集中不集中啊？照样集中。队伍明天要是赶不到，这三万斤麦子可就保不住了。就是队伍赶不到，我们也不能叫鬼子把这三万斤麦子抢去。明天可是个热闹日子，大伙儿把心眼放灵活点。嗯，好。对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好。我真不放心你。我才不放心你呢。你呀，真没羞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扯老婆后腿。我是为了你呀，为了抗日，叫我死都干。把你的工作我一个人担负起来也行嘛。干嘛？把老婆留在炕头上？哎，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打走呢？你呀，个人主义加上点封建思想。秀兰，嗯，往后啊，在家里说什么都行，别当别人面丢人。我该走了，你也该去催公粮了。我缴公粮嘛，你再问问去。老好子，快送去啊！到底是缴什么粮嘛？公粮？那你还叫保管粮？嗨，我要喊叫公粮，叫鬼子汉奸听见了，能行吗？走，快送去。是这样。告诉干部同志们，说大部队不能到你们去运粮了，这是为了牵制大股的抢粮敌人，保卫这一带的麦收。只要你们各个村能够应付住当面的敌人，那麦收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。王团长，我们村的民兵倒是挺愿意打仗的。啊，新友想打仗了，你一定比我了解情况啊。啊，你们跟前敌人的力量并不弱呀，要多用智谋，要抓住敌人兵力分散的弱点。告诉康老太同志，
在必要的情况下，把各村的民兵都组织起来，在群众不受损失的原则下，也可以打一下。实在不行，也要应付一下当面的敌人。王支书这次学习回去领导我们斗争，我们绝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。好，把部队不能去的原因向群众解释清楚了，告诉康乐泰同志，要见机而行，有事多跟你们王支书商量。好，好吧，徐兰同志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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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也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给老乡们待好啊。哎，咱们走吧，走吧。急了吗？大伙儿听说交公粮啊，二话没说一个快，这会儿正往大庙里集中呢。你再去布置一下，粮食还是分几个地方集中好。大庙前放一些，挡鬼子的眼。好。哎呀，哎，这个节骨眼儿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村长，快，四和尚那小子来了。好，不要紧，把账收拾起来。四爷，四爷来了，请屋里坐。您来了，四爷，请坐。大成，沏茶去。把管粮催齐了吗？四爷，你先喘喘气儿，有话慢慢说。甭客气。清水小队长可有命令？粮食今天一定得交齐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眼看着天就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咱们公事公办嘛，待会儿你就得给我粮食。这三万斤麦子，这挨家凑也得凑个几天呢。你们昨天跟太君怎么说的？你不是亲口答应今天交齐吗？怎么又今天推明天的？你们打算推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啊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，快给我催去！对，快！哎，老好的，怎么不去弄你的粮食去啊？去。四爷在咱们村里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咱们的苦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看，皇军的粮食还没凑齐，这警备队的驻地济阳又派下来，你看怎么办？得得得得得得。又是那套，我早就听腻了。警备队啊，咱管不着这段，皇军的粮食是少一粒也不成。四爷，这个事情还不全仗着你维持吗？四爷，四爷，我给你送茶来了。喝茶。秦友，快给四爷打酒去。别别别，四爷，您抽烟。我不是不给你们维持，这回是城里头皇军军部的命令，就连清水小队长也做不了主。要是一家药，那还好办。你看，皇军的粮食刚凑来，警备队就耗上了，你看怎么办呢？甭理他，先给皇军送去。咱们可躺不了啊！嗨，怕什么呀？哎，村长，粮食齐了吧？四爷，你刚才不是说反账粮食我是交你了，少一粒你要负责。四爷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来，给这位弟兄交代句话吧。好吧。这位弟兄，这粮食皇军已经耗下了，咱们都是给皇军办事的，犯不上跟皇军怄气嘛。是吗？那好吧，那就让咱们村长再另外给您弄一份吧。啊，好啊，那村长就给弄吧。四爷，
麦子从地里打下来可就这么多呀，要是再给弟兄们凑一份，那太君那儿可就凑不齐了。对呀，你们二位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匀一匀？哎，这我做不了主。这是清水小队长的命令，皇军的粮食一粒不能动。扯他妈的蛋，你别拿着吓唬人，我们也有大队部的命令，今天这粮啊算是他妈吃定了。混蛋，你吃个屁，你看清我是谁？你啊，狗仗人势。呸！妈呀，我崩了你个婊子养的你！你开枪，你敢开枪？哎，老兄弟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，我算了，你撒开我！你惹不了他，他是日本人跟前的红人儿。我毙了他个婊子养的！这么吧，你把这件事情跟李排长说一声。对对对，好啊，有种叫他等着。星友，把星友放灵活点儿。好。这混蛋小子简直是瞎了眼了，他也不看看四爷我是谁。这是四爷，这怎么办呢？咱们可挡不了啊。四爷，你快去给清水小队长商量一下吧，要不啊就坏事儿了。粮得快点催，等我回来还要是不齐呀，可别说我不客气。好，村长啊，怎么办呢？哼，四和尚这巴掌打得好。妈的，这碗汉奸饭算他妈的吃不下去了。死和尚，你等着，有我没你。李排长，咱们受日本人的气就已经够了，死秃子也想在咱们头上拉屎尿尿啊！太吓人了！他妈！弟兄们，咱们跟他拼了！跟他拼了！跟他干！弟兄们，弟兄们，别着急。要整，咱们就整他个彻底。放到那边去。乡亲们，大家伙就别受累了，把粮食啊放到这儿来。哦。老乡们，大家就别受累了，把粮食啊放到这儿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放这儿。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？一会儿叫我搬着走，一会儿叫我扛着来，你这闷葫芦卖什么药嘛？老好的。往后星眼放灵活点儿。你真行啊。队伍今天晚上能来吗？为了保卫整个地区的麦收，部队要去牵制大股的抢粮敌人，不能来了。不能来了。嗯，陈政委说，一方面要去应付敌人，必要的时候要把各村的民兵全都组织起来，把粮食护送过封锁线。村长，怎么办呢？要快点想办法呀，要不啊粮食非让鬼子抢走不可。我看呢，把我们游击小组拉出去打。哎，你嚷什么？秀兰，陈书记还有什么指示？没有了，王支书学习回来了，他让我来找你。哦，在哪儿？在地道暗室。好啊，我们去找支书老王去研究一下。好，走。村长，清水来了。别急，在哪儿？清水来了，在后头呢。他看见村公所没粮食，就找你来了。快打锣，催保管粮。好。秀兰，你去叫康成把村里发生的事情向老王同志汇个报，然后动员妇女们把吃不着的粮食都兼并起来。好。星友，跟我来。小队长，小队长辛苦了。你的良心得太太的坏了。太君的话
我的不明白。你装什么蒜呢？催了半天还他妈那点粮食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嗯，你再说。听，保管粮正在吹呢。交保管粮喽！太君，你的不信，跟我去看看。我就看看。小队长，你得看。你的好，麦子的快，一定的快。麦子马上跑路拿来，马上，马上拿来。这不行啊，小队长，这么多的麦子，一下子怕不行啊。什么都不行。麦子都不行，一定跑出去！滚！雷给开！太君，村长一走，村里没人办公，粮食就更催不齐了。报告小队长，你得说。村长得留下，粮食。明天通通地爬楼开路。四爷，您给说说，村长走了，粮食更不好催了，太君怪罪下来，咱们都受不了。太君，村长他留下，好叫他快快的催粮。明天的一定，明天不给，良民的死了死了的，没关系。喂，谢谢太君。你的这边的留下，看着他们，麦子快快的拿来。太君我，太君就不用麻烦四爷了。好好，太君，我的还是跟您去办事，粮食的他们会快快催。不行，你得留下，有事我得报告。明白？我一个人。给了。嗨，你可快点办，咱甭找麻烦。今天粮食跟我一块走。哎，还差10000多斤麦子呢。刚才太君不是说叫？现在我说了算，天黑前粮食我一定带走。这不成啊！你老是这个不成那个不成，不成你倒是快催呀！真是，我去。哎，你跑哪儿去？嘿，你不是让我去催粮食去吗？你成心呐？你去催，我催谁去？你派个人去嘛。好好好好，康生，你再跑一趟，让老乡们赶快交啊！哎。金油，你快去给四爷打半斤酒，切上斤肉，啊，快点！交保管粮喽！四爷，你听，正催着呢。四爷，你也累了，到村公所去歇歇去吧。把剩下的粮食啊。赶快建备起来啊！好，好。大家听清了，皇军可是下来了，把打下的粮食统统的叫炮楼保管，不交可不行。交保管粮喽！
粮食兼并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好，我去对付四和尚。好。哎，花茶花茶，你快来！怎么又出事了？哎呀，你快去看看去吧。哎，你都没有拿回去。花茶，你看，这么好的麦子，怎么都往里边掺沙子嘛？这不瞎胡闹吗？你看是吧？我说了半天，他们都不听。老好子，人家沟那边就是这样坚壁的，坏不了。狗子他爹，你看呢？狗子他娘，你看呢？哎呀，别狗他爹狗他娘的了，快，坏了我负责。哎，村长。这几天天黑了，咱们村还来八路吗？天黑了可就不保险了。前些日子大月亮地儿还有过封锁沟的吗？是不是十九那天？是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在炮楼上也看见了。哦，搞一个连呐。哎，一连一团人也不止啊。咱们村给皇军和警备队打了个报告，皇军也不来，光打了两个掷弹筒，警备队啊连一枪也没打。嗨，警备队呀、全是吃货。哎，听说平常打得不坏。全是饭桶。东舍一仗有三个老八路，把他们十八个人给撵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听说前几天山边上集中了不少的八路，咱们可别像去年李庄那样，万一这麦子让八路给抢走了，咱们可吃罪不起呀。皇军让四爷一个人留在村里，天黑了万一……哎，我怕什么，就凭咱们哥们儿的交情，你还能叫我吃亏？反正有你就有我。四爷，真对不住啊，村里实在是贫苦，全村我都跑遍了，就是没有肉。这不是给炒了盘豆腐，四爷可别嫌弃。往后啊，得，往后再说。往后，今儿个我先饶你们一段。四爷算是看得起咱们的。哪里哪里。来，村长，咱们来干一杯。不了，四爷自己来吧。哈哈。四爷，李排长这份粮食怎么办？哎，李狗顺那小子，你甭理他。谁叫李狗顺啊？啊，李狗顺就是李德胜啊。哦，就是李排长啊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李狗顺那小子天生的势利眼，软的气，硬的怕，见着皇军就趴下。他想要粮食想得倒美，你告诉他皇军不给。那不行吧？哎，不成朝我说呀。切，对，四爷在事儿就好办了。村长，哦，李排长，怎么着，粮食你打算给不给啊？想让咱们弟兄们饿死是不是？哎，有话好说嘛，先请坐。四爷，这回啊粮食可就保不住了。哟呵，李排长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新友，再添个杯子，咱们哥俩好好喝几盅。村长，等着米下锅呀，你给不给？一句话。哎呀，老李呀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？
咱们坐下来好说嘛。好说，我就不跑这几步腿了。村长，你别装哑巴。嘿嘿，要哪能不给呢？给就行。老二，哟，先把这三斤的麦子让村长派个人给咱们哥们送去。要是少一斤，哼，今儿个就有好戏看。走，找人来扛。哎，李排长，这可是皇军要的保管粮啊。怎么着，看不起咱们呢？别说我姓李的不认人呢。哎，李排长，这给不给的咱们老百姓可做不了主啊，这是清水小队长的命令。少打官腔，日本人也堵不住老子的嘴，不让吃饭。老二，先把这几袋子扛走。是。四爷，你可看见了，他们要把粮食拿走了，皇军的粮交不上，可别怨咱们呢。李排长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慢慢商量商量。好啊，等弟兄们吃饱了肚子，没事儿泡上壶茶，咱们再慢慢的商量吧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这是太君的命令，叫我在这儿看着，谁也不能动。不能动？想让咱们弟兄们喝西北风啊？哎，喝不喝西北风那是日本人的事儿，咱们当谁的差，听谁的话，你有话找日本人说去，犯不上跟我为难呢。跟谁说也得吃饭，我们有大队部的命令，住哪个吃哪个。如果没有大队部的命令让咱们撒嘴，哼，对不起，咱们这一嘴算是咬定。哎呀，你咬你咬日本人去嘛，咱们哥们还不是一个庙里烧香。去你妈的吧，我这庙里他没有你这个鬼。你客气点，你怎么能张口骂人呢？骂你怎么着？啊，好，咱们找日本人讲理去。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李可帅，你小子敢打人！你兔崽子！老二，摁着他，摁住！打！崽子！你为什么打人？为什么打人？就打你！哎！别争了，让他们多打一会儿。哎，我进来。哎，我打你！李排长，算了算了，哎，算了算了。老二，跟着。跟住！他妈的！别打了！算了，四秃子！算了！你不服，找娘爸爸去！你给我说，有种你等着，谁帮谁不是人养的？他妈的！四爷，你敢打我？四爷，他妈的，找娘爸爸来也挡不住老子吃饭！你有眼不识泰山！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算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他妈的，你不打听四爷我是干什么的？四爷，你快去请示皇军。这粮食要是我知道，李狗剩的王八蛋，你给我看着，等回来我跟他算账。好，快去吧。村长，嗯，怎么回事？哼，这下子可热闹了。你和星友就拖住李子事儿，我就和支书老王商量一下。好，就这样，四和尚跑了，我叫星友和发成拖住李子事儿，咱们研究一下，怎么样对付。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，把日伪军矛盾挑大，想个好主意把粮食运过沟去。嗯，哎，刚才我得到个好消息，王大人他们又打了个大胜仗。哦，这对我们很有利啊，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啊？清水要是不下炮楼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了粮食，他会来的。对，洛台同志，不管情况如何复杂，我们一定想法把粮食运过沟去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到村公所去。好。太君，他的太不讲理了，他的一定要把粮食的抢走。我的说您的命令的不许动，他就拼命的打我。您的看，咚咚的打坏了。您的看，康章举
是，坐，坐。他妈的，当汉奸再背姓，也得吃饭。对，李排长，坐下喝茶。算了，哎，坐坐坐。老二，哟，康总，是。哎，别忙别忙嘛，啊，坐坐，先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让李排长坐下来歇歇？八成，到大庙前再扛两袋麦子来，凑个整数。有日本人吃的，还没有咱们中国人吃的。就是，再给李排长切净肉，让人送来。好，哎，姓尤，拿酒啊。好嘞，咱们小庙担不起大贡献，酒啊还留着给日本的红人喝吧。嘿，瞧你说的，李排长，你这在外边走南闯北的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咱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对你的弟兄们，咱也常惦记着。是啊，别说的那么好听了。嘿，这不是明摆的事吗？你说弟兄们哪一次空手回去过？哎，信友，别这么说嘛。有交情没有交情，李排长看得出来。哎，咱们也是哑巴吃黄连啊，苦在心里头啊。我们的苦跟谁说去啊？够交情，别让咱们弟兄挨饿。好，哎，排长，咱们走吧。对，李排长，还是早一点走好。回头啊，四和尚被日本人一招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日本人，他也不能不买警部队的账。没有我们呢，他们早滚蛋了。是啊，要没有咱们警备队啊，那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？对对，来，来。哎，老子是千水龙啊，被困沙滩，有朝一日。是。李排长，先请喝两盅。李排长，请。天也黑了，咱们改日再谈吧。好。刚才算兄弟我失手，哎，你也在火头上吧。粮食我带走了。好。李排长，再等一下，后面还有两口袋，马上就到。好，等齐了一块走吧。村长，李狗顺那小子走了没有？这边来。你的腰麦子，打人的，良心的坏了。白面大米的，皇军的尊用，警备队明显的不信。是。村长，你得明白。明白，明白。警备队，良心的坏了。你得留下。他的腰麦子，你得我的报告。明白。太君，天都黑了，我一人留在这儿怕。我的命令，他就不敢。盖了。哎。村长，咱们的麦子得快点叫。你也累了，屋里歇歇。哼。阿成，哎，你陪陪四爷。好。村长，
清水小队长的话你可听清了，麦子是皇军的军用，不是随便长个脑袋就能吃的。你要是不怕掉脑袋，你就送给别人。哪里，不敢。以后谁要再敢跟你要，你就让他亲自跟日本人要去，咱们担待不起，人家日本人担得起。哎，李排长，村长，咱们也得说清楚，明天麦子还要是不齐，可别怪四爷我对不起你。发生，哎，你陪四爷喝两盅。好，四爷，等我忙出个头绪来，我再来陪你。哎，村长，叫岗上多操点心。哎，没错。四爷，来一杯。李排长，你先回去，咱们做事儿可讲交情，他咱们可惹不起呀。他妈的，老子不吃软猪食。哎，李排长，李排长，李排长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。村长，你要是够朋友，还把我李德胜当个人看，咱们今天说开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咱们弟兄挨饿。李排长，咱们做事儿可没有对不起你的。村长，咱们可都是走南闯北的，什么都看见过，往后日子长了，咱们走着瞧吧。老二，有，走。李排长，李排长，李排长，村长，怎么办？有办法，咱们现在也来不及开会了。我说个办法，你去和老王同志商量商量。好，好极了，我这就去。好，我到庙台前去。是沟边的吆喝吗？是啊，不吆喝，皇军又该打枪了。这年头让八路给闹的，简直是鸡犬不宁。就连他们走道啊，身后都像跟个鬼呀。四爷，这几天走动可得小心点啊。地头沟边河堤上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一不对劲儿啊，好家伙，就冒出个八路来呀、啊！哼，我说啊，能少出门啊，还少出门啊，万一要碰上个，人呐，还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过一天算一天儿。都他妈胡吃闷睡活化石。哎，再来一杯。粮食也该差不多了吧？四爷，放心，正催着呢。你到李庄去，把这封信交给李寒英同志，让他把民兵集中起来，围住村东头的日军炮楼打一下，动作要快。是。哎，村长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好了。好，咱们走吧。老孩子，哎，放机灵一点，要小心呐、啊，这可是件大事儿。行啊。大妞，哟，游击小组准备的怎么样？好了，轻点。你看，
家小心地检查一下，马上就要行动了。好，村长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们的怎么样？都好了，行啊，好，跑步出发。是。千岁的龙，龙根儿猛地动，被困在沙滩。老二，别唱了，不许吃，不许唱。想当年，沙滩。排长，你说咱们这算他妈人干的差事吗？站住！干什么的？送信的，找你们李排长。我就是啊，接着。弟兄们，现在有件事情跟大伙商量商量。八路军的王村长来信说，他们要过路，听见三声枪响，不准我们下炮楼，还要向空中打枪，要不就拔掉咱们的炮楼。现在第一声枪已经响了，弟兄们，你们说怎么办？老二，信上说得很清楚，不听准吃亏。排长，咱们凭什么要替鬼子去送死？排长，外面有动静啊，有多人，多人，密密麻麻的，看不清。弟兄们，我平时对大家怎么样？不错呀，没说的。排长，排长，排长，有什么话你就说。那你说吧。咱们可是患难相共啊。对。哎呀，排长，你还不赶快打主意呀？你来。排长，这一步路可不能走错。还没动静啊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吗？等一等。出发。等一等，等他们打热闹了再出发。怎么回事？快出去看看。好，我出去看看。四爷，你可不要乱走动啊。好，你快去吧，快去。Thank you.
秀兰，叫你跟大车先走，老王和星友马上赶来。哎，走吧。叫，报告排长，清水来电话找你。喂，你是清水小队长吗？哎，是啊是啊，我就是李德胜啊。什么？下炮楼支援你们呢？哎呀，小队长啊，不行啊，我们这也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啊，炮楼都被围住了。去你妈的吧！西鼻子，我的炮楼包括了30万斤的油，快快的骑车的来拿去。哎，什么？八路的油？毛主席，村了，师长，不好了，满街都是八路啊！那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个村长，想法让我躲一躲吧。好，里屋里屋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有没有听见？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这里屋也没什么地方可躲呀。是啊，村长，我四合着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，你可不能。哎呀，村长，我求求你，你得救救我。好好好好。这个面柜啊，成好好好好好，快快快盖上，快盖上，别着急。怎么样？这是总公所吗？是啊是啊。啊，你们那个村长他是哪一个啊？我就是啊，我就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皇军要的保管粮啊。什么皇军？你是中国人，为什么把粮食给鬼子，让鬼子吃了好打中国人啊？全都扛走。哎呀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老总，不能拿走啊。哎呀，这是皇军的保管粮啊，你们不能拿走啊。哎呀，老总，不能拿走啊，还把粮食扛走。不能拿走，走走走走，是皇军保管粮啊，你不能拿走，老总。哎呀，你们拿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老总啊，这是皇军的保管粮，你们不能拿走。你们怎么把粮食给鬼子走？你们不能拿走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保管粮，你们拿走了我们怎么拿走？哎，为什么把粮食给鬼子？看见啊，你们那个反共团长他到哪里去了？在在。报告团长，反共自卫团长上炮楼去报告，被三人给抓住了。看见呢，好生把他看到去，不要让他跑掉。你们这日本炮楼上有一个汉奸叫四和尚，是吗？是是，上月29，他在新各庄集上讹了张老韩60块钱，还给你们村要过一身新衣服，有这件事情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是自愿的。告诉他，限3天之内把东西送回去，要不他就小心点。嗯，是。这里面装的是啥子哦？这里边装的是乱七八糟的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啊。嗯，打开检查一下嘛。老总，
我拿命担保，这里不是好东西。好了，以后不准给鬼子送粮食。是是，报告团长政委，所有的粮食都装好车了，装好就走。说出发。警卫员，哟，把这个汉奸村长绑起来。是。我没有什么罪呀、啊。干什么？村长毙了。哎，老总。出发！出发！走走走，这是谁呀？来人呐！村长，怎么把你绑起来了啊？咱们的保管粮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船叫八路给运走了。哎呀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哎呀，你们都对我嚷什么？还不去问问四爷？啊？四爷还在这儿呢。走。哎呀，这个粮食一粒也没剩，才5万斤呢。你看这个粮食一点怎么交代？你看，来。哎，四爷，你快出来吧！四爷，这事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啊，四爷，你说，四爷，八路军都出村了。哎呀，三块金麦子都让八路军给拉走了，一粒粮食也没剩下呀！哎，四爷，给我们想想办法，做个主啊，四爷。四爷，你说四爷，这个事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知道，我全听见了。哎呀，快给我来解开呀！嗨，你看，我们光顾了四爷，还把您给忘了。村长，你也受屈了。四爷，快到炮楼上，请皇军下来打一下吧。对，兴许能抢点回来。嗯。这么大的声势，日本人还听不见，我去了也是白搭。哎呀，八路军到底是走了没有啊？啊？兴许没走完吧？快锁上！快！四爷。啊！我可是拿命保着你的。我知道，快锁上！啊！皇军要是怪罪下来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好，有我呢，我跟小队长说啊，快锁上啊！公粮该过沟了吧？草过去了。经常活动，敌人呐闹不清这地方有多少八路军。大牛，啊，哎，大牛，哎，干嘛？秀兰，你看见村长和新友了吗？和王团长到村务所去了。这会儿啊，
鬼子可不像头年了，不等太阳落山呢，就都缩进那王八壳里去了。你们这几个村的民兵的活动很有成绩啊，可是要千万注意，不能暴露，免得让老乡们受损害。这几年群众也锻炼出来了，人心也齐了，咱们给他是明文暗武啊，鬼子再凶也得听咱们的。这里的伪军还老实吗？比从前老实多了。上个月李庄的警备队已反正，鬼子对他们不放心。据咱们内线说，炮楼上那个排长李德胜成天的发怨言。哦，那你们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多做些工作。哎，只有鬼子炮楼上那个汉奸四和尚那小子最坏，他是恶霸地主李大头的四儿子，得想法子整他一下，光在鬼子面前出坏点子。王团长，村长，给部队的寄养全都准备好了。赵参谋，出发。是。王团长，你们能在咱们村多住几天就好了。啊，部队刚刚打完仗，分区命令我们要到山区进行整训，必要的时候部队会来的。王团长，我们民兵要求咱们大部队把两个炮楼拿下来再走，给鬼子点厉害看看。咱们不能打无目的无准备的仗，把他两个炮楼拿下来那很方便，可是部队走了，你们村就会受损失啊。啊，小伙子，办事儿可不能太心急呀。 啊多子，在来的路上看你们这一带的麦子长得不错，今年真是风调雨顺呢、啊、只要鬼子不破坏，真是个好年成啊。敌人不会那么老实，他们一定会来抢粮食，所以你们要准备着，麦收对你们来说可是一次难关呢、啊、粮食反正不能让鬼子抢走啊，到时候还指望着咱们部队呢。放心吧，到麦收的时候一定来配合你们。好吧，再见。我们送送。好吧，再见吧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干嘛？你没看见他们有好几千人呢？赵四啊，等他们走过去，咱们打两枪不就完了？哎，王团长说，等部队过完了，叫你打几枪。好，那这样吧，你们去给鬼子和伪军送个信儿，就说八路军今儿晚上要过路，看他们怎么办。我派人去把他电线给他剪断了。好，新友，你给清水送信。发成，你到伪军炮楼和咱们的关系打个招呼。哎哎，好，走吧。走。报告探长，部队已经出发了。好，给村民兵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康龙泰同志，这一次的礼物不多，给你们留下两箱子手榴弹，200发子弹，怎么样？团长想得太周到了。哎，可要省着用啊。太君，太君，报告小队长，外面平安寒地没有了，为什么？是啊，恐怕八路得有康庄的反共自卫团长向您的报告了。
他得进来。是。进来。报告队长，不好了，八路大大的有，他们要过路。你的撒谎的没有？太君不信，下去看看。这么多八路，你叫太君下去，什么意思？啊？没这么急，没这么急，没这么急，没这么急。辛苦了啊！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二婶啊，哎，照顾完了部队啊，回家再商量过。哎哎，来吃点花生。不吃不吃，嗨，吃吧。好，谢谢。有什么好的？谢什么？都是自己人。这阵儿你没来呀，可把大娘我想死了。来来来，吃点花生。来，这代军们对咱们可真好，简直像到了家。同志们，辛苦了啊！现在日本还敢下敢下来了吗？老周啊，哎呀，大牛啊，好久可不见你们了。哎，大牛啊，这些日子你们这怎么样啊？哎，在村里光受鬼子汉奸们的气啊，我可真想跟你们走啊。这些时候你们这一代鬼子汉奸还是那么凶啊？哎，差多了，现在啊。Thank you.